Sabba Dhanam Dhamma Dhanam Jinati， 这个是我们佛陀讲的一句很重要的一个讯息。Sabba Dhanam Dhamma Dhanam Jinati， 在所有的布施 Dhana 里面，法布施最胜。那今天要讲一下为什么法布施最胜，为什么在所有的布施里面法布施是最殊胜也最有功德。当你建立一个长期的长久的一个平台，让佛法的布施能够运作，一个道场就是进行法布施的地方，有佛法的活动在进行，能够讲法，能够让人家来学法，表面上你物质上的布施，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布施的关系，造成接下来的法布施能够得以进行和延续。所以这一类的布施虽然算是严格来说归纳在财布施，但是这个财布施是接下来的法布施的基础。从这样子来讲，它就是你就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啊。当然啊，像师父做的是直接的法布施，居士其实也可以做法布施的。在佛陀的时代，有像一些知名的居士，像吉达啦，像那个库吉达拉啦，这些他们都在做法布施。像比如说有一个那个库吉达拉是一个女的，她是驼背的啊，因为那些宫女们在宫里那些皇宫里面是要听到法，要来寺院听法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呢他们就派他去听法，听了过后呢，把佛陀讲的法呢，他这个记性很强的，听过了原原本本的讲给那些宫女们听啊，所以这方面也是一种法布施，他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减少，他也不会可能也不会很厉害的回答问题，但是呢记起来背诵他是可以做到的，他这里正听到，他就我是这么听到的，还是这么跟那些宫女讲，这也是一种法布施。他鼓励人家来守戒，来布施守戒的嘛，从这方面某一方面来讲，他也是跟法布施有着一个挂钩，引导别人得到这个法。好，为什么法布施是最殊胜的布施呢？在西方有一个这样的话，当然这个比喻对佛教里面不是很恰当，但是他的讯息是一样的。他说给人家一条鱼，你解了他一餐的饥饿，你教他怎么钓鱼，然后呢你解了他永久的饥饿，他自己懂得啊。当然这个是钓鱼，这个东西是不适当的，这是罪过的，杀生的东西。但是他的还要传达的讯息呢，其实呢就是你给人家面包啊，他就填饱他的肚子，你教人家怎么去种麦，然后怎么提炼那个麦，然后怎么去做面包，那以后呢他就会能够自己的找到那个路，自己怎么样的养活自己。所以如果你教孩子，你养孩子只是一直给他钱给他钱，但是你没有教他怎么去生活，那么呢现在你照顾他样样照顾得好好，但是呢你不在了，他没有生存的能力，结果呢这样子的父母呢后来都要为孩子痛苦的。但是如果那个父母他会教孩子，不只是我自己白手起家，我教到你以后你也有能力白手起家，甚至你或者就算不白手起家也好，你懂得怎样自己能够守护自己的生活，能够养好自己照顾自己，那么呢为什么那样的父母他得到的回报是比较好的，孩子又有孝心又不用让你烦恼，因为呢其实已经有那个法布施的成分，你不是只是给你养孩子只是给他，这个只是物财布施，但是你教他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其实就已经有法布施的成分，因为它是一种教育。那你们大概到讲到这里大概心里面有一点概念了，法布施是怎么样的一样东西，它就是把光照一下然后你自己走，我把路照清楚给你，你自己走，我给你看清楚那个因果关系，你自己累积你要怎么样的果，你自己自然的，因为你懂了那个因果，你确定那个因果是什么，然后你要那个果，我光一照下去你就知道这个是因会带来这个果，那么你自己要那个果，你自己知道那个因，不需要我天天给你筛，天天给你准备，你照那个因你自己就会有得到，你的生活就会好起来。所以它跟那个一般的布施不一样，你只是给和你教他怎么样的去完成，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布施的力量就在这里。你看整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整个世界的问题出在不懂法，
所以人们都是不懂这个自然界的规则是什么，要的东西但是总是得不到啊，想要这样子总是事与愿违，总不能够心像我们每次华人新年讲的愿你心想事成，为什么总是不能心想事成？难道心想事成是不可能的吗？是可能的，我们的菩萨就是生生世世总是心想事成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心想事成，而且到后来他真的成佛了。他怎样能够心想事成呢？因为他是业论者，当他是业论者，他从受记的时候就已经业论者，所以那个因果关系在他心里面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变成了他要什么东西他就在因上努力，然后他发愿，他的愿总是一直能够成功，因为他的愿的后面呢是有很强大的资粮支持着他。你发愿但是你没本钱，你要要不到，你发愿你有本钱，你懂得怎么去累积你的资粮，那么然后把你的资粮跟你的愿串在一起，那么呢你就有本钱就完成了，就达到了。所以要心想事成，你懂那个法，懂它的原理，你就能心想事成。你不懂那个法，不懂它的原理，你就不懂怎么样心想事成。就讲寻宝一样，你如果有个寻宝图，你懂这个图是怎么看的怎么用的，然后呢你能够按部就班的，然后路上会有什么障碍你会能够怎么克服，你懂，然后呢你给了一个寻宝图，他自己会找到宝，你跟他讲芝麻开门，他真的就会去找到宝，对吧？但是呢你给了他，他守不住，他不懂得怎么把持，他还是会失去，他没有那个承担力，他得到好的东西他还是会失去。可是如果你给他法，给他原理，给他方法，他去累积那个因雄厚的时候，记住的时候呢，他自然的就会承担得起，他得到了也不容易，也自己懂得怎么维持，而不容易失去，所以这个就重要一点。所以法布施是最殊胜的，虽然看起来很多人是觉得哎呀，没什么辛劳嘛，讲话而已嘛，其实也不只是讲话，你要讲对话，你要指人家一条明路，你要找一条明路给自己，你要懂。所以佛陀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智慧是最受崇敬的，智慧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给自己的智慧负责，不去努力的话呢，那么呢他其实是当然他生命就会苦的，他不能够说啊，我多可怜啊，我做了这样的好事，做了这样的布施，为什么我还苦？因为你没有给自己法，没有自己让自己在法上成长，然后因为还有一些苦因，所以这个苦因你看不到它是苦因，所以过或者是过去的苦因，所以那个成熟了就要苦，所以这个法布施很重要，因为它是让就像太阳一样，它一出来光明一照，太阳为大个大地做了什么呢？是不是？但是它一光明一照下去，整个世界的一切生物自然的欣欣向荣，自己懂得怎么样的而成长，智慧也是一样。佛陀的出现让我们大家自己知道了自然界的规则，也知道怎么样去发现自然界的规则，去印证自然界的规则，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法，自然界的规则就是法，发现自然规则的那个方法也是法，所以法你要明白它涵盖这个层面。自然界的比如说因果规则，轮果轮回的规则，它是自然界的法则，它是怎样去发现它，这个也是方法，戒定慧的修法让我们去发现自然界的法则，那个也是法，所以法涵盖这个，涵盖它的方法，也涵盖那个究竟的那个规则，那个运作。所以懂这个运作重要吗？你看今天整个世界，不要讲精神领域，我们讲整个物质世界就好，今天所有的物质世界的这个成就，包括你看现在这个麦克风啊，这个电啊，这个录音啊，这些是怎么搞出来的呢？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因为科学家发现了法，他发现什么法？发现物质上的法，科学领域的法。所以因为他懂得啊，这个是现在你一个手机就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有手机的人啊可以通电话了，他是什么样的达到的呢？这个你真正的听起来，我们祖先不要讲，单单三十年前可能他们就不相信了，三四十年前就没人会相信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拿起手机跟世界上那个角落的人就可以讲话，而且还可以面对面，还可以你看到我看到你，这是怎么完成的？因为科学家他发现了自然界的法则，
以自然界的法则创造出这一切的。所以你说自然界的法则重要不重要？了解它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这个整个世界的物质文明都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了解了自然界的法则，但是呢，了解了自然界的法则过后，人们还是不快乐，还是很多的人还是不快乐。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自然界的法则的了解里呢，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只讲物质不讲精神，不知道精神领域的法则。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个精神，对吧？你都知道的，如果要不然的话，一个人死去了，你看他的尸体还在啊，他的身体都还在啊，但是其实没用的就是死人了。那我们活人差别在哪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活跟死的差别，就是精神嘛。我们有一个知道的心，我们有一个快乐和痛苦的心，懂得什么叫快乐，懂得什么叫做苦。所以这个心是那么的真实，每一个人活着都是因为心还活跃，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个世间的人竟然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在乎，去探索，去重视这个东西，这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你讲对吧？什么东西都有法则，整个世界什么东西都有法则，怎么会精神领域的东西是没有法则的呢？你这样子想一想就很明白了，精神领域的东西，我们的心怎么会没有法则？它肯定有法则，但是我们可以不知道吗？如果我们不知道，可悲吗？危险吗？肯定很危险，也肯定很可悲。你这样子想就明白了。好，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法，我们知道这个法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把这个法分享给别人，把这个法分享给别人。既然这个法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把这个最重要的分享给别人，或者是让别人也有机会来学到这个这么重要的法，那你说这个布施是不是最重要的布施？所以很显然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得救，就是从痛苦中救出来，能够远离苦，能够不要再造苦因，都是因为依了自然界的法则。每一个会苦的人、难受的人、造恶的人、受果报的人、受恶报的人，都是因为他尝试违背自然界的法则，但是又违背不了。他造恶，想要造恶不要受苦，但是呢不要受果报，但是他又违背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苦就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你不可以蒙着眼睛走路，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清楚，你不可以在黑暗中走摸索，这个太浪费时间了，你永远很辛苦，你要摸到那个路，而且就算摸了你还是不明白，你是碰巧走出去，但是不是明白的，不是看清楚的，下一回可能又碰钉子，又撞墙壁了。现在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内心的光明，看清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真的有轮回吗？真的有因果吗？然后呢，真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吗？还是它是空的？那到底这个空又是指什么？有又是指什么？什么是概念法？什么是究竟法？这个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都需要知道，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只要我们的心要快乐不要痛苦，那你不可以不要努力的去了解自然界的法则、心的法、物质的法。只要你想要快乐，你不要痛苦，只要你有这个，你就有责任去学习自然界的法则。因为不学自然界的法则，又要快乐又不要痛苦，这个东西办不到的，不可能办到。要误打误撞的快乐，那只能够偶尔误打误撞得到，然后又误打误撞又受苦了。好，所以带着这个了解，我们就是强调这个法布施的价值和法布施的重要。希望大家在做财布施的时候呢，心里想我是要布施这个正法的传扬。很多人不懂，当他们做这个布施建道场的时候呢，他只是觉得啊，这是我的功德，我要得到功德，我要得到功德，他是很忘了功德是怎么来。因为你的功德，你的财布施完成了法布施，帮助法布施得以完成，你才有功德。如果你只是建那个庙硬体，没有人能得到心的清净和净化，那你说谁得到好处？如果你就像你看有些道场
有些地方人们就建很努力的建了过后呢，在里面的人呢是勾心斗角的，是违背佛陀的教法的，是不走戒的，那怎么有法吗？没有法，他只是有一大堆，这边有菩萨像，有佛像，有什么像，但是谁也不相信谁，你也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信众也不相信领导的，那怎么办？那只是空有一个寺庙，但是没有这个法的得到传扬。那没有法布施，法布施不能够好好的完成，那这个财布施其实也是空洞的，因为这个财布施的效应来自法布施能够好好的完成，好好的推动。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了解，我们才不会在做布施的时候呢犯错误。怎样犯错误？很简单，布施的人如果有那个心，哇，我布施比较大，我要成名，我要怎么样，那他就很麻烦。你布施你要名要利，那么这个是很麻烦的，因为已经污染走进来了，名利走进来了，然后自大就走进来。所以我是希望布施者不要为名为利啊，因为如果你不为名不为利的方式去做布施，它本身呢也是一种法的体现，也活出一个无我的法，而且呢这种无我的法，这种布施功德更殊胜。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布施有我慢，有我见，有我执的话呢，那这样的心，那布施的功德其实是污染。因为这三种东西就是把搬家，我们叫做细论，细论是波罗蜜的滋染，污染我们的波罗蜜的。所以我们要累积功德，累积波罗蜜，又要人家知道，又要人家懂，这不好啊，我们就是不要。所以散播一种健康的布施精神，布施就是不要名不要利，不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能够用这样的精神，我们不要用套人家的贪心贪嗔痴，套人家的弱点来引发他，来让他布施。我不会以套你的人心的弱点来得到你的支持，不要。我们有那个气节，对法的气节，我们要守住。然后大家也每一个护持者都要有这样的真心，即使是你招引你的亲人啊，你的朋友来布施，也要这样子教育他们，跟他们分享，这样子才是对的，这才是真正的布施的精神。今天你也看到，如果是我们的书本佛经印送的，后面没有说什么功德方明录，没有的，但是有人在替我们翻版，别的团体替我们翻版啊，他们放上方明录啊，这个不是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管不着，我们不能够管别的团体，但是我们自己团体印刷的任何的免费印送的书本是没有方明录的，没有方明录的，不需要放这些。是大家的心，如果大家有这种心，大家有这样的共识，然后也传播这种共识，给大家散播这种布施的正确的概念，知道这个布施是要支持法布施的，那么呢大家的信心就会不一样。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当一个布施者他有那个自我的时候，有些我看过，有些道场他们来，他就觉得哇，我布施这么多了，师父要来怎么样了，师父要对我特别的贵宾的招待了还是什么，哇，那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有些时候会插手道场的事，然后做师父的他不能够，他会失去他的公正。通常师父或者带领的把持那个法的那个人呢，他一定要有一个依法的那个原则在那边，公正不阿的啊，全部都是依法如实。但是呢，如果他不行了，他已经没有不行能力把持，哇，这个是大布施主，这大布施主，我一定要怎么样？没有原则了。大布施主，我们也要尊重，人家一个人会做大布施，这么殊胜，看花这么多钱这样子来把道场建起来，这个肯定有他的功德，功德是不平等的。一个人付出这么大，跟一个人不怎么付出，这个功德肯定是不平等。但是这个功德不平等，就像那个大树跟小树，小树吸收大地的一点小滋养，大树它会从大地里面吸收到更多的滋养。你不可以讲小草跟大树是需要得到一样的滋养，不是，它的承担力不同，它的力量不同，所以一样。坦白讲，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有些人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是一直更好更好，因为他就是很付出，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一模一样的。但是在法的原则里面，我们是没有偏差的。我们对慈爱来讲，像比如说师父教法，你是有钱人，你是穷人，你有布施者，你不布施，来到我们面前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教你的。但是你自己的承担力是你自己决定的，
啊，通常一个很慷慨的人，他的心很开阔的人，他的受法的那个资格那个条件是比较好。但是呢，有些时候做倒转回来，如果他因为他做了布施，他很骄傲，他觉得你就要特别听我的，你们啊，师父也要听我的，谁也要听我的，那要给我特别好。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哇，他那种压力弄到有些时候呢，一个把持法的人，如果他自己的立场不坚定的话，他就会把持不了那个法，他把持不了，他公正不了了啊，是非就分不清楚了，就是哇，就是啊，这个是有钱的，这是穷的，然后呢，即使是个有钱的不对了，这个穷的对，但是还是站不了立场，晋升听他的，哇，这样子的话呢，就大家都信不了大家学佛，当然大家又觉得原来在佛教的世界里面还是没有法的原则，只有钱的原则，那么谁也不相信谁，那么这个佛教的圈子里面就没有了那个信任，对法里面总是会怀疑，是你讲法很高，但是法还是在钱之下，那谁都不相信法了，那这个道场会好吗？不会好。所以一定要有那个原则，是真的，如果是一个很有功德的人，有些时候他是有另一种我们讲的一种分量，怎么讲那种分量呢，就是通常你会发现到那种比较有美德的或者是很慷慨的很布施的，他就是有一种承担力，他有时候走到那里他就是有一种力量。像比如说我们道场曾经发生过一次，有一个别另来自另一个团体的佛学会主席，他想要在我们道场过世，他已经得了癌症末期，非常的痛苦，他要在我们道场过世，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禅修道场，他想在这里死。但是因为这是很有贡献，几十年在佛教界很有贡献的佛学会主席，而且他带起的团体也是和谐的，很优秀的，也曾经是跟过短期出家，但是这一次他也想短期出家，我说不行，因为当初其实本来他不还俗就好，但是他就挂念着他的团体他还俗，但是呢，我们的团体是有规则的，如果你已经病重的时候你再来出家是不可以的，你要在你健康的时候叫他来出家，什么年龄都不要紧，但是健康你不可以一来就叫人家伺候你嘛，你一来就人家伺候你，我这样子道场怎么还行，对吧？简单的逻辑，如果每一个病人都跑来出家的话，我们道场谁来伺候别人，每个人是伺候别人，那不用打坐了，那这个道场怎么行，对不对？要你就要在你健康的时候来出家，虽然他是佛学会主席，你要你健康的时候你就要出家，但是我不可以让道场变成医院，除非有能力我们办医院，那是另一回事，医院就是专门处理病人的，道场是处理健康人的病，身体健康的人可是心还有贪嗔痴啊，那健康人的病，但是不是病弱的人的病，你明白吗？所以带着这个了解，但是呢他要在我们道场死，这个是一个很一种内心的一种渴望。好，但是因为他是佛学主席，我想也好吧，就把这个转成一个机缘，也当着让我们的禅修者看一看临终的那种，因为他以前也曾经出过家，他是还俗嘛，然后呢他来看大概第七天吧他就过世啊，那七天里面其实蛮艰苦的，有时痛到他喊起来，癌症嘛，哎呦，真可怕，真可怕。然后呢，过后他离他死了，离开了过后呢，大家的心里都觉得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因为看着就真可怕。所以其实他也有贡献啊，他也有贡献。所以其实未来我们道场就是要把死亡带进道场，我们要做一个专门处理临终关怀的。我们现在搞慈善事业，那就是要把残障人士放在道场附近。然后让我们的禅修者也是打坐懒惰没不想精进的时候呢，哎，你去看看残障人士，去做点服务，然后去给临终关怀的讲讲法讲。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目的的啊，这种慈善事业也会互相利益，我们在帮他们的当儿也是在帮助自己，也是激发自己，才不会懒惰，不要天天师父在讲轮回多可怕，你知道吗？轮回多可怕，他是看不到嘛，对不对？如果把这些可怕的那种苦人生世间的真相带进道场，那么呢就好了。好，但是当时呢我们是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特别的优待这个主席？因为他就是主席，他是一个对佛教很有贡献的人，他现在有个小小的渴望，你不帮他们。还有第二种分别，就是出家人的家亲属，因为一个家庭他能够有一个人来出家是很殊胜的事，
家里的成员会支持他，这是很殊胜的事。所以只要是出家人的亲属有什么特别的请求和需要，都是特别对待啊，真的，这个是特别对待，这个是其他的人不能够讲不平等，不可以。有本领你就把你的孩子也送来出家啊。所以我们的出家人的父母老了没人照顾，我们道场特别的怎么样的，怎样没地方也想办法建房子啊，建什么呢，就给他住，鼓励人家的家庭，因为给鼓励出家人尽孝心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我们就这样子在做，这个是特别的对待。但是呢，这种是合理的分辨，因为因缘不同而分辨，这种分辨不是分别心，这种是智慧的分辨，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好，在学佛的路上啊，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困难啊，要尝试在佛法里寻找答案。嗯，不要总是一有问题就找世俗的说法，一有问题我们就问佛陀怎么教的，如果佛陀在今天在世他会怎么做。当然没有人可以准确百分之百知道佛陀会怎么做的，因为佛的智慧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揣摩的。但是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佛如果在我的处境他会怎么做，那有一样东西你肯定的，你会知道佛陀不会怎么做，佛陀不会难过，不会伤心，不会懊悔，不会报复，不会贪嗔痴啊，这个你会知道。那么其实你把那个佛陀不会做的那个反应排除了，其实你剩下来的选项都是善的，那么在善的选项里面你就比较可以想怎么样去做。佛陀一定是慈悲的，佛陀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丑陋而失去他的慈悲。所以你这样子想，大概你不能够准确的知道佛陀会怎么做，但是你一这样子想，如果佛陀在我处境会怎么做，其实这个已经会帮到你很多，把对的可能性提到最高、哦、然后呢一定要自己先让自己再得到这个法的利益，自己的生命好起来，那么你要这样想、哦、我所学到的一切我要带回给家庭啊，成年啊，什么啦、啊、这样子，然后先要给大家看到你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果是以前你一生气别人你会几天都恨在心里，那么呢现在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减到半小时你就很成功了，就很不错了。如果以前你会生气一个人半小时，那么同样的情形在发生的时候呢，你只生气了五分钟，你应该随喜赞叹，哇我终于进步了，很谢谢佛法的作用。然后呢如果有一天五分钟你可五分钟都不会，你就是一看到的时候你就马上去想这个人多可怜，他造烦恼还是苦，所以我应该想办法看怎么帮他，我忍他一下吧，希望有一天他被我忍耐忍多了，有一天他会醒觉，这样子是不好的。所以人的品质要提高，我们学佛的那个真诚要提高，我们的真心要提高，你的戒定慧要增长，这很重要的一点。